胖胖虎，贝贝灯，胖胖虎看世界。羊哥哥，天竺鼠姐姐，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厉害的海底猎人是谁吗？海底猎人，那么一定还会追捕猎物。追捕猎物又在海底，是鲨鱼。没错，答对了，真聪明。那接着考考你们，鲨鱼有哪些特征呢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鲨鱼啊有大大的嘴巴，还有尖尖的牙齿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选我，选我。它们有灵敏的耳朵，可以感觉猎物，以及锐利的双眼，可以观察四周。统统答对！耶！平手。既然你们都这么了解鲨鱼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找海底世界的好朋友们——小鲨鱼，一起来玩喽！最棒的猎人，大家都真的害怕我。锐利眼睛，灵敏耳鼻，大大的嘴巴。大海里最棒的猎人，大家都逃得远远的。食物在这里，食物在那里。糟了，是超级大章鱼。大海里最棒的猎人，大家都真的害怕我。锋利牙齿，尖尖牙齿，好多排牙齿啊！大海里最棒的猎人，大家都逃得远远的。食物在这里，食物在哪里？哦，是大蛤蜊，哈哈哈哈。小鲨鱼们集合啦！快点快点，集合集合！哇！耶！小鲨鱼们都集合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练习口号哦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啦！好喽，我们是最强的！我们是最强的！海底世界的猎人，我们有大大的嘴巴。尖尖的牙齿，锐利的眼睛，灵敏的耳朵。哇，小鲨鱼们非常有精神，非常的厉害。那请问小鲨鱼们，你们准备好一起玩游戏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就一起进到我们的小鲨鱼吃吃乐。小鲨鱼吃吃乐，请小鲨鱼们从各自的海底起点出发。如果遇到黑线时，记得要转弯，顺利拿到终点的惊喜盒后，就让我们看看小鲨鱼们会吃到什么吧。小鲨鱼们，你们都知道游戏规则了吗？知道。太棒了！所以我们遇到黑色的线线要怎么样？转弯。哇，太好了！那你们数数看，请问我们前面呢有几个礼物呢？一起数数看哦。的线线总共有好多的颜色，你们有看到哪些颜色呢？黄、蓝，还有黑。黑色要做什么？太好了，那我来访问一下小朋友，请问这一位小朋友，你想要哪一个礼物呢？哪一个？绿色最大的。哇 ！Go go go！ 遇到黑色就要转弯，转弯。转弯，真的拿到最大的！胖胖虎来帮你啦！哦，胖胖虎力气好大，力气超大的！转弯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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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啾啾啾！转啊！你忘记转弯了，转弯！一起说转弯，一起说转弯，好，直走 ，Go Go Go！ 左边，好，直走 ，Go Go Go！ 转。
小鲨鱼 ，Go Go Go！ 回来啦！耶！请把你的礼物拿起来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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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拿到抱抱我最喜欢的礼物了！好开心啊！哎 ，Go Go Go！ 你们有发现我们还有一个礼物吗？哇！那这次呢，要请谁来帮忙？碰碰湖吗？好，那我们要请碰碰湖到我们黄色的出发点。耶！碰碰湖加油！转弯，转弯，哎呦呦，转弯，转弯！啊，太超过了！找到了。所有的小鲨鱼，你们都有拿到礼物了吧？有。那你们有没有好期待礼物盒里面是什么礼物？好期待哟！小鲨鱼，请打开来。哇！小鲨鱼拿到的是什么？给大家看。小鱼。小鱼。哇，是一只鱼耶！请问小鲨鱼在海里面会喜欢吃鱼吗？会。哇，喜欢吃鱼，那先送给小鲨鱼。耶。请打开。是什么？是垃圾吗？怎么海里面会有垃圾啊？你们觉得小鲨鱼会喜欢垃圾吗？喜欢不喜欢？对，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哇，是什么？给大家看。哇，是一只金鱼耶！好可爱哟！一二三。还有吗？哦，还有吗？哇，是收获满满呢！三条鱼在里面，买一送一，没有，这是买一送二的概念。哇，有红鱼跟什么？我看看，海虾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爱心礼物盒，是碰碰我一开始最想要的。我一定很期待，很期待。是，打开来，拿起来，打开。没事没事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请把蓝色的礼物盒打开来看看哦。哇，太多了吧！200个乐事，200个。哦，有人吃的早餐，还有什么？水壶、饮料杯、大宝特瓶。你们觉得为什么海里面会有垃圾呢？会乱丢垃圾到海洋里面哦，所以海洋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垃圾了，对不对？海底世界的生物鲨鱼，如果看到这些垃圾，会开心吗？不开心，不开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呢，记得去海边的时候要把垃圾捡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请问我们喝完的饮料瓶子要丢在资源回收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是家里的垃圾。对，很棒，我们都要确实的做好垃圾分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棒，好棒。好，还有一个礼物在谁的手上呢？碰碰虎。碰碰虎，你期待吗？碰碰虎，你期待吗？很期待。好紧张啊！哦，看看是什么？哇！哇！而且还是宝丽龙哎！宝丽龙。哦，不要难过。碰碰湖，我们之后一起还给海洋一个干净的家哦。嗯，太好了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成为海洋守护队，一起守护海洋的环境，好不好？恭喜小朋友今天得到了小鲨鱼徽章，帮自己拍拍手。那么今天的碰碰湖看世界成功。最棒的猎人，大家都真的害怕我。瑞丽眼睛，灵敏耳鼻，大大的嘴巴。啊，
大海里最棒的猎人，大家都大家都逃得远远的，食物在这里，食物在那里，大海里大海里最棒的猎人，大家都大家都真的害怕我。锋利牙齿，尖尖牙齿，好多排牙齿啊，最棒的猎人，大家都大家都逃得远远的，食物在这里，食物在那里，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哦。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可爱的潜水艇完成了，一起去海底冒险吧。加加油加加油，一路领先，游啊游游啊游，冲冲冲向前冲，嘿嘿嘿嘿嘿，一起来游游游，穿过大海，一起来嘟噜嘟噜嘟噜向前冲，快快又开心游，看谁跳到最高，跳呀跳啊跳过天空。小小小画家，天生爱涂鸦，每天都有新创意，画画画魔法。泡泡可乐海滩欢迎大家来玩，到处都是糖果、饼干、巧克力棒。忽然有只章鱼掀起超级大浪，小朋友们手忙脚乱学会了冲浪。我是小小小画家，天生爱涂鸦，每天都有新创意，画画画魔法。悠悠山川林间，怪兽不曾出现，鸟语花香一夜天中诗意无限，是谁打发墨水浓黑笔墨纸砚，小小双手东摸西擦边，出小黑脸。小小小画家，天生爱涂鸦，每天都有新创意，画画画魔法。哈哈，奇幻城堡总是不收门票，舞会开始，王子公主牵手微笑。你看大脚尖人没事来凑热闹，扭扭屁股转个圈圈，哎呀跌一跤。我是小小小画家，天生爱涂鸦，每天都有新创意，画画画魔法。我是小小小画家，天生爱涂鸦，每天都有新创意，画画画魔法。
画画魔法，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美丽的摩天轮完成了，一起来玩吧。喝水，一个炎热的夏天，乌鸦口渴了，到处找水喝。可是河水干了，小溪也干了，乌鸦没水喝。哎呀，口好渴，上哪儿去找水喝呢？乌鸦看见一个瓶子，瓶子里有水。哟，有水了！乌鸦赶紧把嘴巴伸进瓶子里，但是瓶子里的水很少，而且乌鸦的嘴巴伸不进瓶子的底部。好不容易找到了水，竟然喝不到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？乌鸦想了一会儿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对了，那样做就对了。乌鸦用长嘴叼起小石子，一个一个地投进瓶子里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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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，乌鸦就喝到水了。哈哈，终于喝到了。乌鸦把凉水咕噜咕噜喝下去了。悠悠妹，泡泡虎，你们不是才刚运动完吗？怎么都在喝饮料啊？我们在补充水分啊。补充水分，那不是应该要喝白开水吗？可是白开水没味道，饮料甜甜的比较好喝啊。哦，饮料会甜甜的是因为它含糖，而过多的糖分会影响我们的健康，而且会让你们越喝越口渴哦。啊，会越喝越渴哦。嗯，而且喝白开水才是可以快速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，才是最健康的哦。草莓姐姐，我们知道了，下次运动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带水壶，多多补充水分。没有错，多喝开水才是有益健康的，所以小朋友，你们也要记得每天多喝水哦。Disco Robot, Disc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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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bot,
变了。是弯弯的，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是弯弯的呢？哇，可爱的笑容也是弯弯的耶！聪明的小朋友，你还想得到其他也是弯弯的东西吗？嗨，朋友们，使用 Pink Phone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喽！